OK。所以你不要拿了，哥哥可以帮我拍吗？可以啊。你不要，那就送给我。我做的。那我就。最棒的，好，谢谢。很陡哎，你不要上不来哦，告诉你。现在丢绳子下，要拍怎么样？坐着。哦，就从哪里拍？这边上面。对。看有没有办法拍到那边。你这个是有可以防窥片吗？很暗的。没有，但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。今天晚上要爬上去照一张。好了吧，这样就开始。好，这样变成背景了，往旁边走。